陪着我们成长的这个怀旧的旋律哈。尤其是下面很多跟我一起长大的建国一代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建国，建国一代，请举手。多了多了，对啊，最少都有七八十发现，真的真的。来旁边的，旁边的，你看很多。立国一代，请举手。来举手举手，更多更多。还有吗？没有交代，请举手。不要再够脏，再看。哎，对对，我们黄庆元大哥，他从唱歌到现在，灌入了多少唱片啊？八百多张，八百多首歌曲，八百多首啊，八百多张，我大有八百多张，八百多首啊！已经唱了53年了。哎呦，听了53，你都得有一口，你来老好听。你要唱到63年吗？有机会。有机会，对我的健康有机会。哦，是越来越健康的意思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建国一代的朋友要多运动，要多运动。通常你做些什么运动？我二楼不坐电梯。二楼我坐电梯。我住在16楼嘛，没有办法不要坐电梯。6楼应该坐。16楼。如果我16楼不坐电梯，我倒下去。没有，如果那16楼是每天用爬的，那电梯的跳跃就高了。是啊，其实啊，爬那么高也不见得对身体好，对对对，对膝盖是不好。对，你讲的对。不要以为说爬楼梯就会身体健康，好。哇，所以你看，这个社会呢是不公平啊，三个人只有一个有功劳。人家点可爱的嘛，那我最不喜欢唱歌。人家拿了这红包，你还说你不喜欢唱？因为我被马屁大，以前年轻的时候嘛，就是有毒，喜欢毒嘛，逢赌必输。哎呀，马怎么得赌的？对啊，对，马是畜生嘛，四只小嘞，啊，畜生是不听话。对对对。哎，所以黄庆元大哥，其实哦，他的很多成名曲，像刚才他唱的一些主曲哦，都是大家朗朗上口都会唱的。其实还有很多歌，对，他很多是唱不完的。对，这有没有想要开个人演唱会？对啊，如果开个人演唱会的话，你是我第一个人选。哇，特别嘉宾来了，外长唱，外长这里敬你，你在第一位吗？不是。全新加坡只有我可以模仿他。对，吴念和，吴念，真是模仿一下。全世界观的掌声鼓励。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记忆，怎么能忘记？你唱的有这样没有没有味道。他现在模仿错了，他模仿会看文的，抖音歌王。哎，你这样嘴巴没有你这么大，嘴巴大了哈，唱歌大了。模仿一点夸张嘛，对对对。哎，我还有一首歌模仿得很好。什么歌？我听到模仿我都怕。真的？3年。三年，来唱吧。做了3年，又3年，这一年年。我那个女的听到你这样，她宁愿自杀。不是，她宁愿6年才回来。跟你讲，其实哦，你模仿她，你不要模仿她，你唱你自己的歌。至少你过年你还人家有请你，一块你两块唱一曲。是，要我同意。对啊，那个上会你过年唱歌吗？因为我从来不敢换过年歌曲。哎，那你从节目嘛，过年节目。你的呼声也好了，电台也好，过了15才播我的歌。对哦，因为你本来才对。你刮东西，这什么哭腔啊？对，你耗了耗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但是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唱这个过年歌好吗？过年歌唱好吗？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都注意。你唱得好，你唱最对的。有人买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唱的过年歌。大街。恭喜你呀！
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我总是觉得不对，恭喜你。不对，没恭喜的对吧？哎，秋到了，一点都没有过年的气氛。对，好像你欠我的钱这样。我欠你的钱。好像那一年呢、啊，通货膨胀啊，物价那么涨。难过，很难过，从年头难过到年尾，啊，所以你拜托啊，不要唱过年歌了，所以我难过就是。OK， 那老公啊，替我灌啊，我替你灌啊，我用你的唱腔去灌一首。OK， 如果能卖的话，我切掉啊。好，来，你切掉，嗯，切掉哪里？谢谢，哪里都可以切掉啊。OK， 接下来，哎。刚才唱了一个主曲，够不够啊？当然是不够，够了啊、哦！是的，再来吧，有没有准备？因为乐队老师啊、哦，你还有合作了十二年了、哦，是，在金鼓对呀、啊，哦对，你是我们的李者乐队，是你还有戏唱啊？还可以还有戏唱吗？你可以可以吗？来，哇，到底应该搞什么？伴留香，来，掌声鼓励。黄俊杰。